为我们伙伴。咱顾前庭吼，咱各位叶文书吼，咱各位顾问咱领导，各位这代表，大家早安。老师早安。生命的存积在内底，人讲血液在内底，会感觉足深的，会感觉足深。所以当来到咱爱心，啊，就敢若讲看到咱家己的亲人同款，会一种足亲切的感觉。啊，迄个亲切，迄个亲切的物件，毋是外在，你感觉会亲切。是由咱的内在，为咱内在足自然的感觉一种，一种的亲，一种的合适。啊，这个物件，就是倒尾啊的物件，就是倒尾啊的物件。所以今仔日，我买来叫咱互相来研究一下，倒在一宿。倒在日常当中，倒这物件是要予咱心，予咱的内心会产生一种的平和，予咱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的静。毋过，咱人的内心的平和和静，本来咱都有的，只是予咱的欲望甲咱牵袂住，咱的情绪甲咱牵袂住，予咱的自我。一些很难看的见，所以咱本来有意为内心的一种的平和，一种的善良，一种的和谐，变掉了，走了，本来有无有？所以咱修道就是要修这，修道听命理就是要回复本来咱。啊，这个日常当中重要个，是太重要。所以人听来讲嘛，讲家和万事兴啊，是毋是以和为主？啊和，买当个和，爱可得啊，不得买个和，我讲是安尼，对嘛吼？啊，得本来咱得。只是咱毋知影人修道，咱毋知影人修道，啊要修道，面对开始对修心开始，所以叫做修心易道，啊道本来咱就有啊。所以修道是啥个事？家己个事。修道修到尾啊，就是要互大家会效果，啊要互大家会效果。以后的顺利，的顺来的顺利，的顺利咧，对无？大家拢唔是大，你拢哪礼拜求仙佛，还是咧敬神，你拢嘛讲大家顺利平安啊，对无？我们心的顺，就一定爱心和的，所以叫和顺。啊和一定对啦，对得来。啊得一定对啦。
所以弄出大家来讲，大道圣意而名好经，待得心意以名好经。道这行这条路，本来叫做平的平坦，所以大公主为叫做平坦大道。这条大道本来叫做平坦，有病无就是做病。只是咱人嘛，往街道嘛，伊就叫做耳鸣好静。街道嘛，认为伊想的拢对，认为讲无应该遮顺，伊无应该遮病啦。啊，看人家紧的问啦，安尼想慢啦，都本来就是作病态。就是因为平安，咱也顺着这个道路行，咱来平安。就是大道是平安，咱也顺着这个大道的平安路行，咱来平顺。就是大道平安，咱顺着道路行，来平和。阿弥陀佛。对啊，就是道，就是平安。咱顺着道路行，咱来平定。所以大道伊就是平坦。啊，修到尾也是因为咱的内心无简单，咱的想法上济，尤其即摆咱的资讯有足济，咱即个手机啊内底的资讯是足济，咱要爱知影啥有啥。有影，咱知影拢即会愈教的，愈教爱愈熟的，会愈熟。啊，教含熟当中，教尾啊看，教尾啊看，敢有可能因为教含熟，啊会传去叫家庭接收到？无，无哦。教含熟教尾啊看，互咱口才特别好。头壳特别好，啊，愈歹沟通，会袂怎样？嗯，会。所以从阿变成阿妈，唔知影要怎含孙阿讲话。阿妈唔知影要怎交囝讲话，会安尼袂？阿囝嘛唔知影要怎交四大人讲话，讲到尾啊，会无耐心。为什么会无耐心？啊！恁这老人讲老人话，啊有够固执的，因为较早我嘛拢安尼想，较早互我少年的时阵，拢系讲讲我爸爸有够固执，吼老顽固，拢讲袂完整，我现在咧想念啊，我唔敢讲，唔过即摆吼。我阿姐阿姐的年纪啊，阿爸爸贵公啊，即摆我囝来咧笑咱老顽固，足歹沟通，有影咧无？嗯。所以食愈老了，咱咧是不是会愈沉，会愈稳？啊，唔过逻辑，逻辑会来看。唔过逻辑的广度嘛，唔过有深度，有因为人生的历练，可能就会有深度。可是有深度没广度，会安尼袂？会袂嘛吼？所以囡仔咧甲咱讲的是讲广度，唔过咱想的是想深度，啊，结果无怪沟通不了。为什么？你安尼人，你个少年的人生的历练无够遐，我讲你嘛听。啊！那囡仔咧讲较有知识的咧讲互人听，咱嘛当袂过来，因为啥？因为咱的头壳无够遐，一个是经验无够遐，一个是头壳无够遐，啊，两个拢无够，啊，变拢沟通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的头壳愈好了后，当中忘记了，咱原来的到后边拢袂用。那你地球和聪明来当成是我们沟通的桥梁，
所以真正的沟通桥梁靠着啥？靠着交心和交情来的啊！是交心和交情来的，不是靠道理来的啦，不是靠老公和聪明来的啦。所以老公和聪明了后，当中人的情会愈来愈离呀。啊，情愈来愈离的情形下，愈来愈无法度会合好，叫做沟通。啊，那安尼的话，咱老爸惊伊老爸多娇惊娇做，惊伊惊伊多，啊，媳妇的惊伊媳妇的多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道在走，结果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各有价值咯。啊，各有换一间，你看你的电视我看白手机啊，安尼有得吗？那道跑到哪里去？这个物件，这个是今麦的优秀。安尼今麦都有重要咯。嗯。今麦都是要将咱的心由我做主。是安尼，对唔对？所以在这当中，咱会叫咱讲，咱负责任，咱点样说？来，大家来听道理，大家来听道理，大家来听道理。听道理的目的，就是要将咱的心合作伙，而且到个平台里面，大家多交流，大家将心放下来，将心放下来了后，大家想好想细。咱要安怎用道来经营咱的家庭？咱的父亲人，咱的点样说是这个用心呢？唔，无咱来只听道理的话，咱只唔是求业绩的呢？吼，当你今仔日来一位的话，补贴500块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呢？来到这还要了钱呢？吼，还是安尼，还要开钱呢？对个呢？所以你来的就是不盲目，咱今仔日会当做到的一种物件，依靠咱的内心世界，和咱的内心世界产生一种的平衡了后，等于会当沟通。啊，咱熟的物件较少嘞，熟的物件、知识的物件较少嘞，智慧的物件较侪，智慧的物件较侪。灵力的、迄种的、智能的物件较少的，境界的物件较侪。因为啊，因为咱个暗时用的，啊，所以透过安尼，梦境当中较互咱产生了，咱一个人梦境了，你心就偏了，心的欲望就会较侪，心就较容易妄想心。心就会较容易产生邪偏邪，所以当咱的心呐偏了后，咱的心会不稳。当咱的心的欲望啊出来的时阵，欲望上过侪，咱会走招，那讲迄个招招祸造罪，招福造罪，心欲。哦，咱的心脑产生妄想，迄个妄想心，到处一方面贪迄个100块的，咱就会颠倒妄想。咱的心若产生邪心的话，咱就会走歪阴路，就会走歪阴路。什么叫走歪阴路？走歪阴路就是讲为着利，为着钱。可以放弃亲情，这个走过瘾。为着你，为着你，可以付放白件之情的无义，这个走过瘾。因为亲情的物件，就是咱上较重要的东西，袂使为着你，为着种种的亲情物件，这是倒来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。所以，如果咱的心若去偏移了后，那去照亮着方向了后，就会产生安尼。这不是安尼啊！咱来到这世间，咱是得爱做。另外呢，咱来互相研究，多看咱心外的关系。
当然咱生活有关系无？伊个关系是密切。生活，啥物叫生活？生活就是人和人事物的互动关系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人和事之间的关系，人和物之间的关系，爱的关系的互动，在互动的过程的当中所产生咱的关系是好的关系，还是不好的关系？咱的关系是愈来愈远，还是愈来愈近？跟你关系就是讲亲疏，啊，亲疏就是咧讲密度，密度，对。那密度如何咧？能够较窄吧？啊，较窄嘛就较简单。啊，那较怕，较怕就较无简单。第一个叫有失，较无失。所以咧，关系当中有失无，有重要无？人和事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温馨之间的关系，父子之间的关系，公婆之间、婆媳之间的关系，兄弟之间的关系，阿母之间的关系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，拢有关系无？和朋友之间有关系无？有关系。关系来对爱去安怎维持？爱去情来维持呢？爱去情来维持呢？所以唔到温馨之间的情，唔到亲情，唔到客情，唔到友情，唔到阿母之间的爱情，拢以情为能量哦，恋情的能量。那安尼的话，相对你的关系会较好。不过你的情的能量，你的情爱对对来，爱对道来，所以叫道情。你的情是爱以道为核心，不是以欲量为核心。不是我放情给你以后，我就会当赚到这钱。我放情给你以后，我就会当得到啥？迄个情是以欲量为核心。不过今天你要跟我们说的东西，以德为核心所产生出来的情，叫做德情，它叫做性情，叫做真性情。咱自性来体，咱的灵性来体所产生出来的情，那个情，那个情，想该真实，想该真实。安尼哦，迄个叫性情，爱的性就是咧讲咱人的德，就是咧讲德。所以咱的今仔日咱的关系要会当密切，爱靠德，所以道叫做相处之德。阿母的相处之德，温馨的相处之德，你谈起阿妈有德，叫做主宰之德。心在起，都有得啊，拢无厉害啦，拢无厉害得。啊，所以得它是真正咱人人事物的关键，有重要无？有。不过迄个咱人真正从得的核心也袂着，得的本质也袂着。咱理论听足济，不过核心点抓不住，咱咧无用，有影足无用的。其实，抓得到关键，抓的时阵，咱会感觉做好伊，毋过做出来模模糊糊，心空的。所以，咱人和人之间、和人事物之间当中，伊的互动关系在道。啊，那安尼话，道就是咱人的生命价值。吼、哦，啊，知影价值，那就不错乱。啊，道就是咱人的心。话尊敬，知影迄个准则就是不混乱，都就是咱人的用心方向。知影迄个方向当中，就是不离散。安尼，所以都是啥物物件，都伊是咱人的生命价值。咱的生命内底，
咱的生命它是一种生命力，生命力。不过你有生命力，那个生命力量的来源在道，所以能量必须要有能源，能量没有能源，那个量产生不出，力量产生不出来。所以能源在什么？能源就是道，另外就是道。它产生咱生命，再产生咱的生命。不过咱的生命内底有生命力，不过无代表你有生命力，你就有价值。你有道，不过你将道无咧甲重视，你的生命也是无价值。不过道要倒来安怎，较会有价值？咱的生命要怎么样才有价值？这是咱来去思考的，这是咱来去思考的。咱的生活、生命活的一辈子，咱有价值无？咱家己试看卖，吼、哦，阿弟姐，好啊，用一点这个超链接来条做成，咱自己，敢若下一个款的，七五三的出来好阿妹。那个超链接要注意一下哈，还能概括一下。先看看多少钱哈。一般世界五十年之后就会把你啊扩大，如同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化为尘土的一刻，人自然老死以后，前几年还会被儿孙祭奠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五十多年后儿孙们也变成了老人。他们连自己很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，何况爷爷辈的事情。我们再把时间放长远一点，百年后彻底就是尘归尘，土归土。这个世界你就如同从来没有来过一样，你的亲人也不会再记得你。孝敬生养自己的，关爱自己生养的，这就足够了。其实人这一生努力过，就算没有白来过，不要把任何事情都看得太重。你现在所在乎的一切终将离你而去，痛苦一天是一天，快乐一天也是一天，那为什么不快乐地活着呢？我们来时一无所有，离开时也一无所有。面对浩瀚的宇宙，生命渺小脆弱的不值一提。我们感受过这世间的冷暖，尝过酸甜苦辣。我们拼尽全力赚取的金钱，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只有我们好了，父母才会好，孩子才会好。我们本来就是过客，活在当下，珍惜现在，适当的争取，万事随缘。如果有人问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就是好好的活着，不留恋，不遗憾。人生在世，经历了不该经历的，承受了不该承受的，睁开双眼，我的世界因我而精彩；闭上双眼，我的世界因我而消失。我们都是这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，我们最终都会化为尘埃，消失在这茫茫的宇宙当中，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。一分钟了解一下你的整个人生。有科学研究表明，我们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五十年。你来对我讲的就误会了。这个世界因为我而这么精彩，那你打电话因为我精彩。好、哦，安尼啊，这个世界嘛，因为我消失，你消失啊，啥物拢无去啊。可是有影，咱人。人来到这个世间了后，无几冬了，人已经安定了一日啊。离开了后，无几冬都袂离一日啊。到咱的孙啊，咱的印象都已经逐渐逐渐，人离开了就逐渐。更何况，你有来到这个世间，也来无来到这个世间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无啥印象啊。不过你听规世人的到后边风无印象，哎，这不是你检讨别人，爱检讨啥？检讨咱自己。那你这个世间来丢了我的啥？咱这个好啊，去到勇敢，啊，去到勇敢，看着咱。当下都了
咱会感受、感受到讲，哎，这个道场，它早是咱华的爸爸，就是咱的执行力，哦，去里呀，从没有导游开发出来的，啊，佮欢迎到咱这青岛英雄的道场。啊，每一个人新生的一旦努力出来，我们看到什么？那个精神，那个精神，他在以前的付出，以前的种种的投资，过去的付出，过去的呕心沥血，过去当初的一种的前仆后继，现在看到。整个幼苗在长大，那里面上有精神，有灵魂。这一股的精神和灵魂啊，哦，因为道的能量，它有没有一种感动力？那种感动力是很强。安尼啊，就刚刚我提到，应该咱。到那个蔡长青天文师爷的佛堂，哦，啊，佮入去到那个咱那个咱讲话讲，你以前吼、哦，以前高志航大队长他们哦，这些这一挂归员工啊，经过已经有求得了。拢甲伊供奉在另外一间的一个先烈的一个大祠堂，一个佛堂里面，哎，佛法入面那种磁场多强，入面拢免安怎，都不用讲话，入面你调研你，会调研你，那里面有什么？那才是真的一种道德一种能量的一种精神。那种社会力强不强？你都不用讲什么，那种社会力我的给你，哇，你不会怕，你是因为那一股的精神在调动你。那边修道的是要修这种啊，修道的是要修这种。那边过一生当中，唔忘掉咱好好修道，将道界当成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。来改变咱自己，这个嘴，改变咱自己的心，改变咱自己的态度，改变以后来认真付出牺牲，让我们整个家庭里面有道的能量，有道的一种精神的时候，其实每一天跟我们相处的孩子、孙子，他是。那种精神是灌输进去他的血液里面的骨髓。每一个时候想到以前的阿公，他会掉眼泪的。那个是什么？心来的就是有道的能量，能感觉有这种能量。那个就是咱的解答，那个就是咱的解答。啊，所以当然改变咱家己的一个心，改变咱家己的心。改变咱的态度了，我们产生出来就是什么德嘛，那是德性嘛。所以德它就是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让你去那边努力，往那个道的方向去努力。啊，你来的，你重要的是改变自己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德，一种内德和外在的功德。这里面有精神，有付出，有牺牲，每一个人听了都会感动，那种感动变成是凝聚大家的一种磁场。那来到世间是来做安尼啦，我们来到世间人就是要这么做的，不修道就生啦，不修道就比不上，所以要修道一定来听道理，所以以后哦。那请咱出去听道理的时阵，唔通讲无用，嘛唔通
我看的爱一些多好，因为为了啥？为了咱的家庭，咱无要求咱家己改变家己，这是袂使。啊，唯有道路量太大，改变咱家己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这种的生活当中的工作呢，就在生活当中的工作，所以道它是一个生活准则。有影要改变有困难无？足解有困难，不过有一套的SOP 操作流程，有准则无？有。这个准则嘛，足简单嘞，对无？一定适合着即卖人嘞，是咱头壳上过巧，会感觉这个步骤上过烦。其实是因为咱无耐心，才感觉烦啦。咱来看过去的老前辈，因有足巧吗？无啊，伊无读册，要巧你对伊，对无？内心足单纯，啊，语音内底内心就是单纯，知影倒好了，我道理认真听。啊，道理我认真做，我以真以真做，要做啥不要紧，我全部拢来。啊，我系谈过，我系当安怎安排，即款事事，公司都比我的书较重要。安尼俩有单纯无？足单纯。啊，那安尼足单纯，就照安尼行。人叫我安怎做规矩，我遵守制度，遵守规矩，啊，就一步一步慢慢来行，安尼就够啊。伊有足好吗？无啦，是咱上欠，是咱的欲望上济，是咱上过分段，会安尼袂？会。所以，伫伊内底，咱了解方向。知影有迄个价值的时阵，咱来要求咱改变咱家己，来遵守准则，按这个来做。下尾行这条路当中，会予咱有规，会予咱知影咱要安怎行，啊，你做也该安怎做，啊，话爱安怎讲，啊，面对其他的代志爱安怎处理，会甲你教这个，会啦，无可能无啦，无可能无。所以咱里内底，咱透过安尼，透过迄个准则来咧修正咱家己。所以咱若有迄个准则了后，当中人事物咧处理就会较之间，对无？啊，较之间以后，敢会混乱？袂混乱，即个天数。咱就照天数行就好，其他毋免想啦。唔免想到，多方用意的是对的。咱伫个多方技能是真好啊！啊，那咱唔免想到，照规矩行就对啦。因为咱我们看得到未来，你自然对你的未来有够坚定，对咱的未来有够坚定的时阵，你就会放下当下，看到未来，放下当下。咱今仔日为什么当下藏袂落来？咱的心藏袂落来，欲念藏袂落来，因为咱都唔知影你伫咧倒，会当互咱有未来。当咱若知影今仔日倒遮尔好，会当互咱有未来的时阵，今仔日若安尼的话，你的放下着当下，会自我意识和自我的习惯来遵循着规矩来行。啊！你遵循着规矩咧行，是咧改变你的心啊，改变咱自我意识啊。当咱咧改变的时阵，家庭会愈来愈温暖。所以家庭会无温暖，有作者咱的自我意识咧作怪。安尼啦，所以修道对自己开始，先修理家己。哦，安尼嘛吼，修理了，然后从前面。安尼嘛吼，啊，所以咱已经有知影计划啦，啊嘛知影有方准则啊，啊那安尼，都是咱人用心的目标。心里面有伫对去，心里有伫对去，下足侪心到底里面有伫对去，这个足重要。因为咱人这个身躯有身心灵，有身躯啊有心啊。啊，上个重要就是利用啊！这三，咱话用心无？哎，好、
辛苦，咱嘛会拍拼咱的工作，拍拼咱的事业嘛吼，感觉对嘛？为着啥？为着利益嘛吼，感是对嘛？啊，那是拿点头钱，啊，那不是拿花出来，我是，吼、哦，所以辛苦是重利，所以要输嘛，用输，用输来得到这个利，对不？啊，来呢，心呢重情，所以讲有利，为着利，咱咪当去伤害着感情，袂使啊吼。因为有输情输情嘛吼，输就是要让你得到利输嘛，啊，唔过袂使为着利来伤害感情嘛，因为你个有心诶。啊，当输咧伤害着感情，还是一句话伤害着感情的时阵。那安尼的话，愈伤害咱的情，会愈破灭。哎呦，啊情啊，愈破是愈未堪去考验哦。一句话来了，做规世人的，往往一句话一件代志，规世人的付出拢无去，安尼情有报无？嗯。安尼要情较高诶，要情较报咧。大家情嘛要有较高咧吼，有情才有金。对不对？咱唔盲讲，今仔日咱的子女以后娶一个某嫁一个人，当中是不是阿妈某的感情会较好嘞？嗯，对不？啊，不过咱平常时啊，都拢无情的经营，咱的平常时啊，都拢用无情的经营，拢敢为着利顺，为着利，为着方便，为着轻松事，拢无情，无互相之间的感情。啊，那安尼，希望以后伊好啊，经营家庭，将你个家庭个感情经营好，你看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啦，对不？所以袂使为着你来伤害感情，啊嘛袂使因为感情，因为我这个感情哦，哇，我规家伙啊当中有够恩爱，哦哦，我哋原来体验啥人生大大感情。啊！不过你的灵魂内底无啥，无永恒的哦。你的灵魂的永恒就是啥？德行。无定呢，有情无代表有定呢。安尼呢？我讲是，无有情无代表有定啊。所以拢会，咱拢会将家己顾好，哦，我身体顾好，哦，我经营顾好，拢是为阮一家伙安尼，别人都不管，错了。安尼哦，所以咱重点是啥？靠着德的物件咧化解着温暖，再化解恩怨哦。所以咱咧用心爱下面定来听无啊？咱咧用心爱下面定来听，下面倒来听，下面倒来听，倒就是咱咧总结啦。啊，咱爱用心来改变咱家己，来改变咱的心口。这种爱改变，啊，搁而且爱用心来遵守这个准则，这规矩拢爱知影。当咱来用心的方向，拢是咧互咱改变咱家己，互咱认真付出咧做功德，啊来改变咱家己的时阵，其实咱的用心方向就对了。咱会愈来越了愈好，心会愈来愈善，咱会愈来愈理性，啊嘛愈理智。伊咱个心愈来愈宽，啊！那安尼咱人生，即、这个道离咱个家庭内底个温暖，哇！咱会感觉愈来愈温暖，哦，愈来愈和蔼，这是上天降道重要目的呢。无你唔忙上天降道是要从哪？是要让大家关系愈来愈好呢？这是上天。对咱的一种的大恩惠呢，老师对咱的大慈悲呢，照用着伊的天命，要予咱愈来愈好，啊，从道台灌入到咱的厝里内底，予咱每一位当中，你有想，你若有心，拢会当改变家己。安尼，安尼都有好，都做好啊吼。所以，亲爱的小哥，大家来讲，
妖恶人义，闻道是非。耳旁耳哦，你嘴内慢慢啊播啦，唔通用吞的啦，唔通听话拢啊北话去真呀。真正银行机就是咱的德性啦，做人爱有仁有义啦，啊有情有义啦，啊相对你的物件来透过你来改变，啊那安尼话，你的德的物件是咱的内心，你养大咱的内心，不然的内心越多不好的能量，安尼咱自然而然都在生活当中。伊就交咱的关系就做密切，啊那安尼，要安怎互咱的生活有道的特质？生活若无道，关系袂好。生活要有道，爱了解道的本质就是啥？咱唔无了解道的本质，偏偏要将道的本质融入到生活里底。所以天道的特质的典型叫做天性，天道的特质啊。在我们的身躯里叫做天性啊，会记得这句话就好啦。所以天道等于天性啊，安尼嘛吼，啊爸母爱囝，这个啥？天性，敢对？嗯。有尊严无？嗯。啥好哩？本来就有诶。爱着爱有亲无？亲嘛，佮伊佮是安怎？永远就是我的囝，敢是安尼？对不？他们讲他老啊，人要断开啊，规个心搁咧想啥？搁咧想啥？我讲是，阿啥个你教？老师教吗？学校教吗？你去对他恶来，他也教。这个叫做天性，这个天性。天性就是道理的物件，就是道理你的心腹内底最大的能量，你让你传承孕育下一代最大能量。所以讲，伊单听个人讲，学道上以自性，反则以自奋斗一位啦。咱咧学道真正，大家讲要修道，要修道之前一定爱先学道。啊，要学道当中，咱的过程当然咱就是无圆满，咱的心量已经偏离啊。咱的观念已经唔对了，咱的行为已经唔对了，改变无？啊，你改变家己有困难无？何况坦白讲，在何况来讲做困难，真正有困难哦，真正有困难哦。啊，如果有困难，干嘛干？哎，为着啥？为着咱的后一代，为着咱的后一代啦。因咱的国家是咧打这个的啦，为着后一代咧打这个的啦。对的是大人，不是来这边打这个的。咱要来遮，是要担心，是要享受的呢？要欠他，他欠我，欠你哦，我认真认，我认你。啊，要哪行？不是做行你呢，是用德行行你呢。所以叫做以德报应，咁是安尼。你无德行，你是无才了行呢？你无功德，是无才了行呢？无德行，是无才了行呢？德行的过程内底，你搁做好自己的因果呢？有影无？做甲起喘喘，艰苦济寡，会念咧，咧念啊咧念嘛咧细细念咧，要念较会细咧，啊，佮有当时佮叹气都有哦，会安尼袂？安尼有念吗？念着较感官咧，爱着感官就得念，哦，啊对，对嘛，所以讲讲差不多相依自性观，你的自性内底有伊的本质。用自性来观光，用你自性，用你的天性，你的天性这么大的能量，有这么好的爱，你为了爱他，你要放下很多，你的自尊要放下，你的面子要放下，你的虚荣要放下，你的情况几多要放下，嘿，你啊，全部拢爱放下。啊，自性本来就清净啊，所以你这无放下，你有才叫清净。啊，无亲情，你有在了解无？对唔？所以当咱今仔日咱学到真正常用自性观对你天性，你来观观自照，用你的天性来观观你家己，即依诸佛同一类。即句话
规定做书甲咱做定定的哦，唔是我甲讲的哦。咱已经进入到佛的境界啊，叫佛当中行坐坐啊，重点只要你会当用你的天性来要求你家己，来改变你家己，来检讨你家己。安尼慢慢啊，咱已经行向一条佛的境界。安尼哦，所以要做大经甲咱讲。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无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无著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哦，这物件当中来讲，咱的自性本来就清净的，咱的自性本来就不生灭的，本来就无著的，本来就无动摇的，本来就会当生万法。这个就是咱的自性内底，咱的灵性内底，咱的天性内底本来就有别的物件。所以咱的自性本来就清净，所以咱的天性流露出来足清气啊，很真实啊。对于咱的爱嘛是很真的啦，只是咱的心的容量较侪，唔过对于咱哦，提出来拢真的啦。啊，对别人哦，就歹讲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我袂使，我唔，我家己家唔是家咧，对别人那些真诶物件，用干净的心，干净的心就是要你聚焦，互你知影方向，你遐无唔对了，你就爱认真啦，你心爱清气，啊来呢，自性本来就无性别咧，迄、那个无性别咧就是安那，就是别因为着某一项事，啊是啥物意义？你今天一定要改变，不会，它不是那个，所以就是咱人的心，而自信。所以对于咱心有够无？有吗？所以你内底心的物件就是要扭转，扭转，扭转的力量，扭转的力量，心哦。啊，我自信本来就有足，有足着四项本心。迄面主甲咱讲的。求闻之心、施用之心、修恶之心、是非之心，这四项本心是本来咱自性本来就有着的。所以内心愈清气，心意愈有够，这四项本心自然产生。啊，那安尼的话，咱对这四项心越强心，越强心嘛，强心，你就是有为了这四项。啊，所以我都对这四项物件越充实得好，越充电得好啦，越充电、充电、充电，安尼就好，叫做充实。哦，啊，这四项本身有了后，当中新的物件，可能这四项本身有迄个能量，不过爱以哦为核心。哎，有一项物件，迄个叫做核心点，迄个重点，那个东西是不能动摇的。那个叫做咱人的人人嘛，所以人就是天地，天地心，所以天地就是有五行之地，所以仁爱的人他是天地心，阿嘛是咱人的核心重点，所以各无论安怎我们人咱的人绝对袂受杂，杂为了世间。变质啦，咱的心就变了，那是不能动的哦。生命可以没有，人不能动。上天给你加加安尼哦，安尼哦，啊来，当你人修掉的，你的本心天然心有够，内心清净了，灵性万万，对，万事俱备，所有的苦逼。所有的文化，靠啥物化解袂了？家庭这个恩怨上歹化解，靠这啦，靠这行啊。所以这四行，伊就是咧甲咱讲，能生万法，目的就是为了传承。啊，这是咱来到是一线当中的经验。不过这经验，咱的祖先来得有啊，只要你袂甲用。好，阿兰今晚几行几行来做研究。
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伊清净的目标就是要聚焦。所以道本来就是无形无相的物件，所以咱的比咱的身躯内底，比咱的身躯内底有一个所在是唯一的净土。好，所以他讲灵魂深处必有净土。灵魂就是我们一生里面的净土，哪个净土？唯一的净土。安尼啦，所以咱的自性当中就是唯一的净土。所以咱的自性，咱灵魂当中是一个净土。啊，那安尼的话，唔但六根较有机会能够清净，所以咱定来讲六根清净，六根清净，有咧讲安尼无？有嘛？啊，如果你的灵魂一定有一个净土的源，你六根就得到清净。无咱灵性这个清净，无咱自性的清净，灵我们六根怎么清净？六根是以自性为主的。哦，所以咱来讲，你灵性清净，灵魂清净，啊，那你的心就来朴素，那个朴素。清净，心爱清净啊！所以看开啦，心若无清净，绝对看袂开啊！啊，心要会清净，爱忏悔啊！所以每一工，每一摆听到你，当然爱忏悔啦。有足济咱做无到的啦，咱唔捌的啦，咱无智慧的啦。所以讲足济唔对，想法嘛足济唔对，嘛做足济唔对，爱忏悔无？一项一项忏悔，一项一项改变，一项一项修正。愈忏悔，愈少愈搬，啊，咱这个空间就愈清气啊。啊，愈少愈搬的话，自然歹的空气清出去了后，他妈门个泡开，心泡开，空气好的空气入来，一经歹的空气出去，愈少搬出去，好的空气好入来啦。安尼心愈来愈清气无？